今天的夜晚就是为他一时运气，有求不应钱。好，刚刚表达了爱意，那么接下来是换一根弓，直的。萨克斯分三种，一种叫低音萨克斯，在术语里叫 tenor， 这个叫降E，那个就叫直管。大家都知道，直管吹的声音比较高，技巧把握和气息控制更加难一些。最著名的高音萨克斯演奏家就是曾经在白宫里和克林顿一块儿合奏的肯尼基。他最著名的就是《回家》，有听过的朋友掌声告诉我。回家先说，你今天就换，你想为大家带来一段什么呢？带来一首来自韩国电视连续剧《浪漫满屋》的主题曲《命运》，送给大家。看过这个吧，鼓掌的朋友，《命运》一路坦途，飞黄腾达，一二三。接下来是龙门道派，一、二。